然后看一下这里哦，他说若从七个正数、五个负数当中任取两个数字相乘，问你相乘结果是正数的几率是 p， 好不好？那几率怎么算？他说从七个正数、五个负数，好不好？正数有几个？七个。负数有几个？有五个。这样行不行？好不好？取两个数字相乘，几率怎么算？全部分之我要的，全部几个数字？12个数字当中挑几个？2个。我要什么？这两个数字相乘要正数。怎样会正数？所以说这两个数字要么正正，或者这两项负负，对吧？正正得正，负负得正。换句话说，这两个数字要么正正或是负负。有几种状况？有两种状况。首先看正正，换句话说，从七个正数当中挑几个？2个。或者多少？负负。从5个负数当中挑几个？2个。把它加起来是答案出来。OK。